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飞。休息了一晚上，身体恢复的也差不多了。昨天晚上可能就是有一点小感冒一样，就是差点失温了。它下雪嘛，大暴雪，正好找到了一个小房子。今天也比昨天稍微暖和一点，雪都化完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出发。今天还是出发南梦雷。基本上都装完车了，然后把睡袋什么一装一下就差不多了。50公里开外有一个山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。要到的话，可能会要翻山。那山也不是太难翻，比前两天的山要好翻一点。中间这里有一条河，还是要走昨天过来的那个路线。出发吧。不小呀，刚才是因为有房子挡着，没觉着味儿，有风。这一出来，这个风好大，呼呼的。你去哪个地方了？长哥，Hello。我去拉萨，去拉萨，对，拉萨还有一大堆游客，可以可以，有多少斤？我操，比我车重，比我车重，你这嗷嗷的呀，不行，我车腿坏了，我车腿昨天断了，我操，昨天刮大风。直接把我车腿刮断了，然后，这个，对，所以是架也给我刮断了，直接就刮倒了嘛，磕坏了。你这个直接跟我那个一样的。一样的。拉萨都再去哪里？青海、新疆、青海，然后我要去甘肃走河西走廊，然后去新疆。你呢？我今年目标去新疆嘛。新疆，我玉米我不要，你留着吧。一路顺风，有缘到时候咱们新疆再见。好的，注意安全。野牛，汪！这种攻击性比较大，没人管。一般的话也不会攻击人，不把它惹怒了也没有什么事。这个路骑着还挺舒服的，挺平坦的。然后骑40公里，差不多就要翻山了，不知道今天能骑到不？今天天气也好，风稍微有一点点吧，比昨天舒服太多了。昨天就是活遭罪。其实这个天也说不准，弄不巧快天黑的时候，又开始刮大风、下大雪了。西藏的天气多变呀。发现一辆报废汽车，反光镜都掰掉了。哎呦，这个车可以露营啊！露营好地方，本地的车，上面还有哈达嘞，车牌没了哈，都已经摘掉了。
直接薅开，这个是坏的。上面避避风挺好的，那车买了有个几年，估计这个后桥直接都干断了，车轱辘直接撇外面来了，这太厉害了。昨天晚上要是到这里，你看这个地方又有信号，而且还能露营，车上暖和。前面有个小村子，这里是茶日村，进去看看能不能买点水。旁边是个停车区，可以休息。这里有加油站，看见没有？五村加油站，我估计应该可以买到东西。雪域商店，我说有小卖铺吧，这个村子不小，好像是没开门啊。这里还有饭店嘞，这季节没开业。刚才我听见那个超市老板喊我了，说有人哦，有人，我以为没人。自行车靠墙，买点喝的哈，我把我的这个水接满，今天要用，空了。老板，喂，哦，我以为没开门呢。买点东西。哦，我给你加这个。嗯，来一个吧。行。两瓶可乐，然后一个泡面，吃点东西哈。出发到现在没吃东西。这个壶里没有水哈，老板烧一点，然后我泡个泡面就好，等会再接一点。喝两瓶可乐，先喝点渴了。一个鸡腿泡面，加两瓶饮料，16块钱，感觉好像是到这边价格已经降下来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行，谢谢了哈。这个泡面也泡起来了，吃了个泡面，说变天就变天了，这又阴上来了。再见。这应该是藏羚羊吧，看这个脚。哇，这绝对应该是藏羚羊。现在是晚上8:30，已经到站了。前方直行200米。啦啦啦啦！嗯，这边有一个废弃的小院，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小院里露营了，没有什么其他好露营的地方呀。
旁边是村委会，把这个石头清一下，还要搭帐篷。估计今天晚上又要开灯做饭了。现在马上9点钟了，看见对过还有一个商店，过去看有什么卖的。拿一个这个喝的，然后拿一个青稞酒，也是喝的。多少钱？八块钱啊。这老板不会说汉话，简单的交流了一下，然后买了两瓶喝的，想找个餐馆吃饭，但是餐馆都没有开业，晚上了嘛，马上天黑了，回去把帐篷搭起来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，费老大劲把这牛肉全部切出来了，然后切了一点生姜蒜，今天晚上要把这个牛肉全吃了，不吃的话可能会放不住。直接今天晚上就是炖牛肉。在这里宣布一点事，为什么这个牛肉放不住了呢？明天我要回拉萨，所以说肉回拉萨的话可能吃不到了，不可能多饭，有可能就是说等一下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详细一点的一个事情。蔬菜啊，然后我带了一点，蔬菜还能放两天，肉的话天一热就容易化，已经化了啊，就晚上比较冷，白天热，昼夜温差比较大。先把火点着，去，哇，反正是瓶子坏了，主要是弄点油炸炸锅哈。现在距离拉萨的话还有400公里吧，差不多。哎呦，明天的话直接就是自行车，然后托运搭车回去嘛。先到南木林，然后从南木林，然后直接到拉萨。把辣椒、生姜、蒜还有香叶爆一下，用高压锅炒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为了直接炖牛肉哈，把这牛肉炖了。不用倒来倒去的，要不然要小锅炒完以后还要倒到这里面，已经炸好了哈。把牛肉放里面再炒一下，这个牛肉正好一高压锅呀，要再多点还放不开了，金锅牛肉。我简单炒了一下哈，我闻着这个味儿特别好，来点盐，味精，还往盖子里倒，倒习惯了，来一点点酱油，上上色就行，不用太多。
慢过肉就好了。已经炒熟了，都快被我。OK， 等开锅就行了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鼻子又流血。有点止不住，走。哇，止不住。差不多了。凉透了，哇，这牛肉炖的炖干了，这炖的透透的哈，我把那些柴火什么全烧了，今天晚上不烧的话也带不走，因为明天回拉萨嘛。尝一下味道怎么样。嗯，超棒！完全入味了，里面放的料可以。现在1:30了，你说这个我炖了多久？味道确实真好，刚刚棒。这个肉不吃的话，我要带回拉萨，我怕它变味了。我说今天晚上全炖了，明天的话直接找辆车拖回拉萨，临时改变了计划哈。明天有个好兄弟小广从上海飞拉萨，明天下午就到了，说要一起玩几天。他在家里嘛，考驾照这没事，考满了嘛，可能要等几天。他正好想过来玩嘛，我说400公里我要骑回去，骑几天？他不行，然后让我直接搭车回去，要不然他过几天他就回家了嘛。所以也玩不几天。本身我打算400公里计划一个星期至10天，然后骑回去骑到拉萨。他等不及，哎，吹了我一下午，一直在那磨，说今天明天不回去，后天必须回去。大老远从上海飞过来，机票就2000。我要不回去的话，让他干等也不好意思。所以说，我就直接搭车回去吧，然后一起玩几天。正好小伙把无人机给我带过来了。还有运动相机，还有一部手机，更新了3大件，
他都给我带过来了，回头我把钱给他就行了。去拉萨，然后一起玩几天，把没赚的羊胡、纳木错，我们一起去赚一下。有无人机了，有新的相机了，还有手机，拍摄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围着我们没去的地方吧，就是打算在拉萨租个车子跑个几天，一起玩一下。计划是这样哈，反正我要先回去，我不回去的话什么都实施不了。我带着无人机多给大家拍风景，三大圣湖去了两大圣湖了，然后还剩个羊湖，干完羊湖去纳木错，纳木错也没去。看哈，我编发证是七号到期，有可能回去的话第一站就是墨脱，到期之前然后去墨脱。先返回拉萨以后再计划啊，这是目前的计划，先是这样的。然后可能玩个几天吧，然后就回去了。科目二，竟然，我去，直接就开了，什么情况？别喝了，出问题。这个好像是被别人禁开了，还是怎么弄的？酒味都没了，变质了，直接变这个黄色了。这是青稞酒，青稞啤酒啊。这个刚才我一拉，哎，没气，就是它那个拉环嘛，本身就开了一点小口，进了空气，不知道多久了，浪费了这瓶。几块钱？哇，底都是白的，幸亏没喝，喝了明天坏事了。还有半瓶这个皮尔茶，这不是啤酒，这是茶。我就口渴嘛，嘴里没有味儿，然后拿了两瓶喝了，一瓶还倒塌了。干杯！哦，还差十分钟一点。哎呀，我要把视频什么今天晚上全部弄好。明天的话直接出发，400公里坐车的话都要坐一天，还要在路上拦车。明天的话，到时候看是能搭车，要车费的话，然后给点车费；不要车费的话，我要去买两包烟，然后路上买点水，买点什么的。明天再说，赶紧剪视频。收拾收拾，把今天晚上该弄完的全部弄完，明天直接出发，400公里也不近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咱们明天见，拉萨见，拜拜。